为什么他这个键又改了？不是调了吗？你没调啊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欢迎，正在逼近。哎，很烦，我操！我从不休息。全军出击！谁拿的头？豹女拿的头，不是看到了吗？这杰斯放野他眼不是坐这的，这中野 AP 直接买上水银血了。霞没闪，泰坦没闪，可以抓一下。别过来了，你走吧。Thank you.
之上。一拉回来死差点点距离，拍完这个影我升六了，经验被分了。这个杰斯分掉了他。
对吧？这个开局的思路是没问题的。你看他那个熟练度等级，你针对他打就好了。他排的低的话，抓他就完了。到你过来了，我贪了，应该就杀这个辅助这样的。我看这个侠没大的哈。这侠大跟闪算不给过了。AD 怎么死了？感觉他们打先锋去这个铁男打他不应该出这么多护甲的，我都把他抓爆了。这杰斯都爆了，他出这么多护甲干嘛？还买中亚的？我没看明白。
从不休息。哇，这会打的手很冷。给我加个速，他死了刚才。看到算了。他开扫描竟然没眼的呀，他知道我在这个人。我是传送过来的，扎黎是开扫描进来的。这边打得有点拖拉。快点回去补一下状态了，这个中单。
把龙拉了。这鬼东西爆发还是高的，等我出来再杀他。他没点蓝了。他想避，不要给他避打断一下。这个杰斯魔切新十一座伤害就看不懂。哇，手好冷啊，打得我僵死了。这个有时候按的技能开不出来。我看这号分一把加多少点，怎么能排到中式了？26点，这号可以跳段的。这个钻石的分一般是被压缩过的，它钻石能一把加26点就代表什么呢？就跟你白金一把加30点以上是一样的。差两个头，对面投降。左右左踢交一下。